那边有个空位，可不可以往里面挪一下？哎，肖娜怎么坐在贝微微旁边？不废话吗？比分被追平了。不用担心，等他们不再看观众席的时候。我忘了介绍，他们是我的室友，二喜、小玲和思思。嗨，你们好。人果然还是要比出来的，对比之下，我面对大神的表现还不错嘛。